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，什么植物释放大招能同时秒杀15位巨人僵尸呢？挑战正式开始，五阶爆炸草莓。爆炸草莓挑战失败，五阶原始豌豆。原始豌豆挑战成功，五阶火龙果。火龙果挑战失败，五阶激光皇冠花。激光皇冠花挑战失败，五阶地心发射井。地心发射井挑战失败，五阶充能柚子。充能柚子挑战失败，五阶机枪射手。机枪射手挑战失败，五阶电击蓝莓。电击蓝莓挑战失败，五阶火焰花女王。火焰花女王挑战失败，五阶扇贝兰法师。扇贝兰法师挑战成功，五阶烈焰菇。烈焰菇挑战失败，五阶猕猴桃。猕猴桃挑战失败，五阶烈焰火诀。烈焰火诀挑战失败，五阶忍者茄子。忍者茄子挑战失败。